阿波罗新闻网独立、感言、新颖，放眼看世界，展望新中华。极其炸裂！深圳女大战交警，整个小区重考家高层集体隐身。专家称北戴河会议仅存象征意义。中国饭局曝真相，精英们为何心如死灰？中国法学硕士替换寺庙功德箱二维码到三万多。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。今天是八月五号，星期一。 视频结尾处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内容，获取关键信息，做出智慧选择。我们的新闻助您看清真相，规避风险。请大家订阅、点赞、转发和留言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极其炸裂！深圳女大战交警，整个小区重考驾照。深圳某小区一位女业主因坚持要求网约车司机逆行，最终引发了一系列事件。 他在回家途中强迫司机在右转车道上横穿马路，司机拒绝并报警。交警到场后，女业主仍不认错，甚至抢过司机手机发火。经调查，该路口确实不能逆行。交警调取了三个月内的监控，发现该小区有一百多辆车曾违规，所有违规车主被罚款，并需重考科目一。最惨的一位业主被罚七千二百元，扣七十二分。 吊销驾照五年。他说他老婆不会开车，家里的车已经停了三年没开过。更炸裂的是，女业主急着送小孩去补习班，正值双检查的最严，她把学校地点报得太具体，导致那片补习班也被一锅端。评论员脆皮先生认为，凡是偶然的都是必然的。许多被罚的业主抱怨自己被坑，但事实上是女业主点燃了这次处罚的导火索。即使没有这次意外。 横穿马路逆行，早晚会出事。到时候调取监控，结果还是一样。司机师傅几次劝说女业主，但她就是不听，还觉得被挑衅。最后，她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了代价。蛇不知自己有毒，人不知自己有错。很多人听不进别人的劝告，最终自食苦果。前脚看完女业主的操作，后脚看到她丈夫的反应，明明看过监控，还能睁眼说瞎话。 人在什么时候最清醒？事故降临后，大祸临头后。人在什么时候最糊涂？彩票中奖时，春风得意时。人间道理千千万，唯有因果不虚。命运的好与坏都是自己选的。高层集体隐身，专家称北戴河会议仅存象征意义。八月五日工作日，中共各大党媒有关中共高层的活动消息基本消失。 此前，新华社发消息称，受习近平委托，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共书记处书记蔡奇三日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。中共政治局委员、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、国务委员申以勤、全国政协副主席江新志参加活动。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，每年夏天七八月间，河北省秦皇岛北戴河度假区戒备森严。 中共元老和在职高层领导人会聚集在北戴河，以休假形式开会。近些年，随着习近平上台成功集权，中共元老也受压制。不断有大外宣媒体宣称北戴河根本无会，只有休假疗养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荣誉教授丁树范对大纪元表示：“北戴河还是会有会议的，但上月的三中全会已定调了。” 在北戴河上，顶多讨论要如何推动三中全会的决议。至于元老参与的问题，丁书范认为，中共仍在世的元老年纪都大了，应该是没体力应对高层权斗。以前带的干部要自谋生路，因此他们在北戴河应该是没作用了。更何况，习的控制越来越强化肃杀。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、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色志则对大纪元表示。 现在，中共元老在权力分配方面的实质作用不大，但象征意义也许还是有一些。他认为，不管是透过专家的座谈，或是以退休的党国元老的聚会联谊，或是收集对相关政策的建议等等形式，北戴河会议的象征意义还在，但官方的态度会比较低调一点。政治学者王军涛去年曾对《大剧院透露。 中共退休高层已自身难保，他们没有机会搞私人聚会。所有的中共高级干部都形同被软禁，他们的秘书、警卫、通讯员、司机、厨师等都是特务。由于中共政治经济面临危机，其向权贵家族收财产，几乎所有权贵家族都上交了部分财产以换取平安。中国饭局曝真相，精英们为何心如死灰？ 八月四日，独立时评人蔡盛坤转发了朋友“编程蝴蝶梦”（简称“编程”的）文章，谈到其回国后的感触，这或能说明中国政经的现实状况。编程说：“回来广州这大半个月，参加了差不多二十个饭局，见了很多朋友，有体制内级别很高的领导，有九八五高校的系主任，有大厂和媒体的高管，还有大公司的董事长，以及其他行业做得还不错的。” 但是每一个饭局上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现状不满意，对未来没信心。文章表示，去年三月回来，那时大家多少还对未来充满一定希望，但今年都像泄了气的皮球，都在混吃等死，躺平心态严重。很多人向其打听出国移民的路径，他们都身心俱备。编程说，高尔夫球场继续爆满，除了一些老臣子以及秘书司机。 老板们裁掉了公司的大部分员工，彻底躺平。高尔夫球场成了他们消磨时间的最好场所。广州的交通也比以前差了很多。其实汽车的数量比以前少了，拥堵程度减轻不少，但是电动车太多了，也不遵守交规，尤其是一些路口，电动车抢道现象严重。加上共享单车和行人，真是乱得像一锅粥。这不是普通市民的问题，而是管理水平问题。 如何在便民和秩序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，是广州急需解决的问题。衣食住行的便利是建立在对底层的压榨上的，不具备可持续性，也很不道德。那些网约车司机和跑腿送快递外卖的，是拿命在搏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干不动或发泄出来，那时受害者是全社会。 有几次坐网约车，司机要么一言不发，要么不断叹气。封闭的车厢里，能感受到气氛非常压抑。一天工作十几小时，铁人也吃不消。边城表示，心破碎的声音，在深夜发这些文字的时候特别清脆。文章谈到，其中不少朋友在席第一个任期内就收拾行囊远走他乡。当你在一个地方明显感到不安全时， 再多的机会对你来说都毫无意义。中国法学硕士替换寺庙功德箱二维码到三万多。近日，中国一位名校法学硕士定向寺庙功德箱的钱。陕西公安通告称，近日一名男子在宝鸡法门寺内将功德箱上的二维码换成自己的，盗取捐款，行迹败露后被抓。由于电子支付会留下清晰的交易记录。 当使用替换的二维码时，所有相关交易可直接追溯到行为人的账户。通告称，该男子系名校毕业的法学硕士，在四川和陕西多地利用同样手法累计盗取逾三万元。综合路媒报道，当地警方公布了男子盗窃的过程。他看功德箱旁边没人的时候，悄悄撕掉寺院官方功德箱上的二维码，而把自己的二维码粘贴上。临走时候还跪拜了三下。 由于该男子是名校的法学硕士，此消息随即引发热议。律师微博大 V 庄志明律师说：“除非是盗窃爱好者，否则只能解释是音频所致了。或许这就是学法人的现状吧，要么是苦逼，要么是装逼。从性价比来说，学法不如收废品。你们所看到的，我朋友是律师，一年几百万，都是江湖上的传说而已。”股市职业操盘专家。 财经作家花荣发博文说：“如果经济形势继续下滑，各种怪事都会越来越多的。”娱乐博主微博大 V 说：“说明这哥们真的没钱，也说明功德箱子真能挣钱。”最新副频道的内容是：泽连斯基祝贺，乌业席俄机场击中制导航空炸弹仓库，首获奥运网球女单金牌，中国球员背后教练团都来自其他国家。 恐惧新时代来临，中国公民提告公安部，中南海坐不住了。美军轰炸机精确完成最后一击。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。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，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有副频道的图标，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。在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。阿波罗网是独立媒体，没有政府和机构资助。 您的每一份支持和鼓励都温暖并激励着我们。我们也在“干净世界”平台开了频道，欢迎您在“干净世界”订阅我们，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。再会。